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叫我做这很奇怪的事情？粉色跟橘色，看怎么有点不妙，你要干嘛？我跟小妹，我们要拿护唇膏来擦男生的嘴巴。我就知道公司同事找我拍片都没什么好事，怎么这样啊？看谁在五分钟之内，谁可以擦最多男生的嘴巴？擦一个是一分，擦旁边带女朋友的男生是三分。这个我们今天我们两个看起来，你绝对是会被女朋友揍的类型。我就是走那种谐星路线。穿这种裙子，你不会被女朋友揍？那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穿什么？哎，到底谁会被揍？拭目以待哦，拭目以待。我们现在就看下去吧。那我们小梅一号参赛者，预备，开始。那我现在还在这边废话，为了这个球卫生干净，我准备湿巾。原因是我准备的。快点，快点！我已经找到了。好，进攻，进攻。先从一群学生男生开始。我们在拍 YouTube 影片，可以帮忙吗？要不你同意帮我一件事可以吗？我帮你擦这个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耶！没抱歉，因为但是我们现在有计时，所以我们要组看一个人可以比较多。这是护唇膏，没有，就是一点点颜色而已，很自然，很橘色，好自然哦，很自然哈，可以哈。不要完全我在逼你们，我完全没有问你们意见。哎，谢谢。三位了，三位了。现在几分了？哎，你现在四分，这个是四分。哎，换到女生有两分哦，男生一分，女生两分。有人要帮我吗？嗨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在拍 YouTube 影片，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一个忙？你愿意让我涂一下你的嘴唇吗？用这个护唇膏。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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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你这样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可怕？应该还好吧。现在四男一女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自然，这个很滋润。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！不要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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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可以让我最后一个，涂一下，一下就好，下嘴唇一下。好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几分了？还有两分半。拜，请问你们是情侣吗？好生气哦！我是看起来是和善的人吧？找有女朋友的三分，找有女朋友的不行，我身边的女朋友看起来都很不和善。可以有女儿的也可以。不要，你们都会上法院，不行，我会被挤。Hello， 你们是台湾人吗？不是。啊？你们愿意帮我一件事情吗？好，但是没有什么好。怎么可以看起来多诚恳、多和善？拜托拜托，他还会帮你消毒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愿意让我帮你涂这个护唇膏吗？哎，嘟嘟嘴，嘟嘟嘴，很自然，很自然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还有一个机会吗？可以帮你涂吗？拜托，最后五秒，这个给你哦，可以吗？啊！涂一下，涂一下，涂一下。好，耶，谢谢。总共七男二女。现在换我们的雨熙计时五分钟。女生，果然是漂亮的女生，脸一点点颜色，谢谢谢谢你两分，找有女朋友的三分，女朋友啊，你在呛人吗？你在呛人吗？我们好，我们在做一个 YouTube 的频道，可以帮我们的忙吗？拜托拜托拜托，跪他跪他，要下跪，下跪，我帮你消毒，就是给我涂一下就好，拜托。低声下气，有生以来哇，有生以来，真心太棒了，太谢谢谢谢，我多少了？两女一男。拜托，我们再录个 YouTube 频道，可以请你帮我个忙吗？你人生被打枪的感受，请说一下感言。我要赶快找下一个人来感言。帅哥，帅哥，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我帮你消毒，帮我涂个唇膏。你隔壁那个也很帅，拜托。
是一个挑战。我现在开始悠哉啊。是那个贝利梅，我是贝利梅，你好。是贝利梅。我看你也是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拍个照啊！好，好照，好照，好照。哎，帮姐才。你对你这次战败有什么感觉？我不用到五分钟我就会超过。没有啊，我就是跟大家就是用一个比较和善的态度，然后不像就是另外一位就是挑战者就是这么强硬，就别人根本就也不点头，然后就直接给人家吐上去，这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你们懂的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非常累，这是比那个上次我在西门町带那个扩嘴器还要累，我的妈哟！好啦。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